来，预备，走，刺。对，我们刺出去的时候啊，去怎么去判断啊？我们这个动作力量有到剑尖，所以你看你们的软件就可以通过声音去辨别，对不对？它前面扎那种干脆，是不是？来，小杰刺一个，听声音，走。哎，这个声音不够干脆，它的力量感觉是在这一块，它响声是这一块响，那就不对，响声要完全拖到剑尖上去。来，再来，走，比上一个动作要好一些。好，西西给我们做一遍刺剑，走，漂亮，听他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爆发力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一次。来，预备，身体注意身体收腹，挺胸，好，走，走，再来，预备，刺，速度要快啊，速度要快，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这就是我们剑的基本功，刺剑。